你知道有一个人跑多少钱的？有一个一天跑多少钱？一天哦。对。怎么可能？加烫奖也没那么多。有啦。好不好？有两单。两单好，194跟 A5。对不起，16194跟 A7A5。对 ，OK， 请拿。好，拜拜，谢谢，拜拜。票Uber 400，400，我没有，我查不理。刚刚规矩，不好意思。走错了，看到是配饮料的。好的，谢谢。谢谢。你们杯子好漂亮。谢谢。拜拜。票B0F。PF0D。BF0D，对错，我的问题，拜拜。哇哦，触摸式的，哇哦！走，我看二楼，来这边，谢谢，谢谢，拜拜。你好，欢迎光临。你好。417。这边，这边阿佩，这个整个都给我的，是不是？对。好。好的。很乖哦，放上回去了。我应该骑进来的，今天怎么人那么少？对，一个卖冰的，卖冰的永美雪花冰，那里、那个方向，我想说他那，你刚才扛棒那里啊，在左边那里啊。好，哦，看到，大哥谢谢。哇，是啊，好漂亮。来，确认一下单号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来，好，三号。好，三号。哎呀，好新鲜啊！我也想闻啊。嗯，这都是冰。算了 ，Next time， 的冰已经到了，那我也是很漂亮的冰，嘿嘿。OK， 来了，哇塞，七耶，哇，七，好大一台，哦。欸、大哥，我以为你是警察、啊。没有，他两单是跳。对，还没有几单他自己跳开了。哎、啊，还没有几单跳开。你不知道，害我昨天也是这样子啊。下雨天比较可能这样子啊。没有，下雨天更可能。每次我放那边手机，他自己跑掉了。他帮你接单了。我不知道啊，他自己跑了啊。夏总，你给我搞一个花样，先。怎么说？要去他妈去取单。对。他不让我达标，一天到晚那么搞鬼。不让你达标，怎么可能？怎么不可能？我职业的啊。你的数据比较好，他要留你比较晚。没有，我赚。你怎么知道？对不对？他需要你跑到宵夜。跑天亮，跑宵夜。天亮。我天亮可以，天亮可以。我转几钟回家的？几点？我昨天哦，早上6点才到，回家睡觉。早上6点。你这样一个礼拜就20000了吧？差不多。是哈、哦，我两只手机。那个累死了，不要开玩笑。好了，小心骑，他多休息了。你知道有一个人跑多少钱的？有一个一天跑多少钱？一天哦。对。13900。怎么可能？加烫奖也没那么多。有啦，13900。那也叫厉害。一天跑13900，真的、啊。哦，我怎样？小走路都厉害。小费就10000了，是不是？我不知道。来，拜拜。